心跳声，勇敢着的真心情，是迷途中最亮的星，照亮了未来。
来和曾经，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，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，云淡风轻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，你的眼睛点燃了现实和梦境，云淡风轻下个轮回是否能记起你的声音和那大亮了未来和曾经，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，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，云淡风轻是归途中白风。这只狡猾的狐狸在藏匿了28天之后还是被我们锁定在三连的英灵之地狼滩。已受伤，等待下一步指令。已经开始逃窜，是否射击？报告首长，我请求由步枪生擒白风。是三连的英灵之地，到了你们死去的战友让前辈报仇的时候了。父亲，你记得你有两个名字吗？
还叫小七，为了风化，出击！ 你跟我来，走，龙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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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他突然不见了，你们怎么看的？人都看不住。半个小时前查病房的时候他还在呢，赶紧找，赶紧找。龙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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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飞。 龙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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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龙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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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一，立定！向后转，一步走。一二一，一二一。三连二班的高原，我认识你吗？认识，以前我们特别熟。你是一班长，我是二班长，我们俩谁都不服谁，天天掐。无非，你想不起来我，能不能想起你三连的兵？郭有栋、熊熊、谢连成。你的兵熊熊牺牲了，牺牲了。熊熊在一次战斗中牺牲，他也是三连的吗？对啊，三连的。你想起来了？那三连在哪儿呢？三连的那些犬在哪儿呢？把犬给我。孟非，这是我给你带的。三连的犬。他每天会在5点准时起床，叠被，整理内务，出操，好像自己还是新兵一样。过去的事儿他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不记得了。他只会写，只会认两个字，三连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你的兵，三连的兵。不对，三连的兵都走光了。我是走了，可是我又回来了，因为我是三连出去的兵。三连出去的兵就不应该后退，对吧，连长？对，不能后退。龙飞，我以前特别不理解你，我觉得你特别傻，特别轴，有那么多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全都放弃了，非死守在那三连不走。现在我理解你。当今社会里有太多的人浮躁茫然，没有信仰，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你跟他们恰恰相反，你特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们缺少的就是你的这份精神，这种执着的精神，龙飞的精神，三连的精神。军人殉国，魂游疆土，我一直都记得这八个字。不光我记得，你龙飞、老傅、郭有栋、熊熊、谢连成，还有现在依然坚守在三连营房的刘宝，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证明他们做到了。我相信我们这些人，当在战场上面对牺牲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后退半步，因为我们是三连的兵。连长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我还想做你的兵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可能记不住你的名字，
相信我能记住的是，你永远是我的病，永远是我的兄弟。这天变得多快呀，刚才还大太阳呢，这么快就阴成这样，马上该下雨了吧。林干事，你在外头都坐半天了，回屋去吧。我跟你一样，心里烦的时候啊，也愿意出来走动走动，晒晒太阳，让那些烦心事儿啊都晒成干儿，晒成沫，让大风吹走了，心里就舒坦了。晚上想吃点啥，我给你做去。这豆角啊得掰开了炖，这日子也得掰开了过。如果没有水，怎么煮豆角呢？没有水，日子也过不了。我们女人呐，都是鱼，离了水活不了，就像一个连队，没了连长也活不了。林干事，他们不懂你，我懂。他就这样走了，他走了以后才知道，我守着他就像他守着连队一样，连长和连队要在一起。大胆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吧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你的。
犬魂一缕荡悠悠，天地一生愁，空天阔地何处去，东西狂漂流，来世仍为犬，为国一任都敢投，清梦几回眸，生亦悲秋，死亦悲秋，从军飞石遍九州，铜头铁尾玉兰扣，忽闻飞声传霄汉，云中也坐白犬头。高副队长，你们这是？刘王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B 战区退役军犬安置所。我是第一任所长高远。你看看，你三连的战友们全回来了。我最近做梦，梦见一些事儿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也许是最后一次梦见这些事儿了，所以我要记下来，所以要在能想起来的时候给你写信。我叫龙飞，是一名军人，我曾经是连长，我的连队是三连，我在连队里养了很多军犬，我的犬叫沧海，对吗？如果说对了，请你忘记我，忘记过去所有的事吧，因为我可能再也不会想起这些事儿。还有，你别总哭，也别来找我，切记，龙飞。有段时间啊，他睡不着觉，总是会出现幻觉，把我们都当成了他的兵，半夜在院子里踢正步。不过最近在中药的治疗下已经好多了。你看他在那儿，走吧。你好，主任好，龙飞。这个是给你的。你在画什么呢？让我看一下。我看出来了，这张是三连，对吗？这张是三连的犬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是三连的战友和犬一块儿，对吧？你画的真好。首长，你是谁呀？我叫林果，树林的林，苹果的果。林果，你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你吗？认识你很高兴。我也是。首长，是不是要散了呀？真的要散了吗？命令带来了吗？他总算散了吧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要散了。龙飞，我这次来是来带你走的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的医院，我要带你去治病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你要带他出国治病？你不是军人吗？龙飞，上个月
我已经办了转业手续，组织上已经批了。谁来了？龙飞，看，谁来了？谁的犬？它是你的犬。我的？嗯。它叫什么？它叫沧海。沧海。走吧，龙飞。好，走，沧海，走。连长好，欢迎连长归队。连长。龙飞。这是三连，你是这的连长，这个是霍东，你的老战友。三连，我是连长，你是霍东。连长请。走吧。报告连长，兽医付志宏正在为退军犬进行体检，请指示。龙飞，这是三连的兽医老傅，这个是谢连成的爱人杨慧琴，你应该认识的。你们好，连长，去。连长，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。你是？报告连长，你在三连当副连长的时候，我是你的排长，我叫高远。高远，连长，您还记得教我们的那首诗吗？军人殉国，军人殉国，魂又疆土。对，军人殉国，魂又疆土。军犬殉国，魂又疆土。谢连成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守候。守什么？守我们该守的。报告连长，你的兵，我们三连的战友，我们的好兄弟。熊熊，他牺牲了，他是为我牺牲的。
从他牺牲的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。我不仅仅是我自己，我还是他。军人殉国，魂游疆土，我们是战士。我要带着他的英灵，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守在最危险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牺牲了，我们的魂魄将永远守护着祖国的疆土。有种快乐叫做风，有种分离。